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先念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大德同修吉祥，我们继续啊，学习啊，老和尚所教导的学习海贤老和尚的表法。这一开始我们有看到老和尚的墨宝好好念佛啊。成佛是大事，其他的啥都是假的。不知道刚刚大家有看到这一句法语没有？有没有被加持了一下？有没有关照了一下？哎，我最近有没有好好念佛？哎，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都是缘聚缘散呢，随缘敬分就好了，随缘消旧业就好不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老和尚说的。要放佛号啊！要安住在佛号，哎，就是安住在真心呢。这一句佛号是自性的名号啊！念佛即是自心现，自心现时方念佛啊！哇，那我们心上有佛号啊！就不会感情用事了，就能随缘妙用了。怎么妙？妙在不是情绪，不是妄想、妄念做主，哎，心有主宰，定在佛号上。那每一个缘呢，都能变成自他受用，妙用嘛。自他受用提升的缘，所以老和尚讲的这个菩萨四德啊，哎，我们都要在境界当中练呢。任何问题出现，它都是提醒我们的，不管是身体的问题。人事的问题，提醒我们前面种的因不对了，要调整了。所以今天我们去检查，检查出病来了，好事还是坏事啊？哎，他提醒我们了，我们要改善错误的因了。不能着相啊。一着相了，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怨天尤人又来了。这样的意念呢，只会让事情更糟。用觉悟，哎，现在这个事啊，在提醒我，在护念我。我把问题找出来了。我就在这个境界提升智慧了。
哎，我们家里的人呢，啊，亲戚朋友啊，也从这个缘啊看到啊，我变了。哦，比方我们从今天开始啊，不抱怨任何家人。啊，诸位仁者做不做得到？好，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美好的状态啊，你从今天开始都不抱怨人了。首先，啊，我敢打包票啊，你先生一定嗯，哎呦，真的还是假的啊？哦，离你越近的人啊，他越能感受到。哎，等到他确实是挺感动的了，哦，你再跟他说啊，哎，这个都是老和尚教的啊，我还做得不好，还差得很远。所以只要当下能用真心了，境界都开始随着转，哦，都没有坏事。啊，学佛的好处就是。用对心呢，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哦，你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啊，遇到割力王，这是过去生到了恶劣到极点的缘呐，啊，对方要置他于死地，还要凌迟处死的，这也不是偶然，这过去生结的怨呢。哎，释迦牟尼佛用真心对待了，自受用是什么？快速提升。哦，所以诸位仁者，你遇到最不好的恶缘呢，可能是你快速提升的缘哦。哦，我们要这样去领会，去用功啊，才没有辜负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呢，啊。哦，不能辜负释迦牟尼佛的苦心呐，啊！啊，请问大家，释迦牟尼佛这个忍辱仙人遇割力王表演给谁看的？哎，我是当机者，啊，表演给我看的，太精彩了啊！这个不效法，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了。啊，你一个公案了，你就有无穷的力量了。哦，你真的是这样的心态，那释迦牟尼佛对你的加持一刻都没有离开呀，啊！哎呀，有孺子可教也啊，这么肯效法我的弟子啊！哦，所以三根本里面有一个是加持的根本啊，哎，上师是加持的根本。哦，我们这个。以阿弥陀佛为师，释迦牟尼佛为师，以老和尚为师啊，他们的加持没有离开我们的，啊，他们是法界身呢，啊，法身，一切法都是他们的身的，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哦，那释迦牟尼佛快速提升呢，超过弥勒菩萨。本来在后面的，哦，所以大家现在考验大的时候就，哎，对自己幽默一点啊，老天爷真瞧得起我啊，希望我快速成佛，哎，啊，他受用呢，你看割力王遇到这个净缘，权力大，国王啊。所以哦，有福报啊，富贵修道难了。啊，富贵不止修道难了，富贵还造业简单了。哎，首先他富贵了，不愁吃穿了，哎，喜欢享受了。哦，喝杯咖啡一定要非洲哪个地方啊，不然其他地方不喝。哦。他就贪念了，
就随着他的福报增长了。哦，再来富贵呢，他还有权力啊。哦，哎，权力一有了，是福人心不懒啊，你就跟底下的人都结怨了，你强势对人家了，结怨了。所以这三善道 也不好玩了，享福了很难不造业。哦，所以纵使现在是有福报啊，哎，也要啊以苦为师啊，啊生活啊知足就好了。哦，这知足感恩，你在福报当中啊感恩心都保持住啊，哎，这个在境界当中不断向上提升了啊，感恩心跟菩提心是相应的了。哦，而且你知足啊，啊，你有福报啊，哎，省下来的呢，帮助困难的人啊，护念有心人。啊，这个福更加增长了。哦，所以不能享福啊，享福啊，脑子就容易啊昏了，叫想吃福啊，越享福啊就越愚痴了。好，哦，所以哦，我们随缘妙用哦，这个菩萨四德啊。真能处理所有的事情，哦，有没有哪个同修现在问题用菩萨四德处理不了，哦，一定要写上来给我，啊，不然我就讲错话了，啊啊，这个要负因果责任的，啊啊，我是有这个信心的。大道至简呢，啊，这个道理可以含摄一切境界。哦，那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啥都是假的，假的别放心上哦，一放心上就着相，一放心上就用妄心了，因为有住了。哦，你比方，哎呀，跟这个人讲没有用啦，他一禅体啦。谁是一禅体还不知道，啊，你首先呢都落别人的印象了，那自己的心呢就不真诚了，不礼敬人了，啊，谁没善根呢？实在讲还很难说，哎，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啊，这个才是有善根的人。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哦，这祖师这些话很精辟啊，都是我们修行的关键啊。在境界当中，我们要提起来，就有真实的受用了。哦，哦，那一天。哦，跟一个同修聊，哦，他提到了，哎呀，这个我先生啊，劝不动的啦。哦，我说，首先第一个，你要把你以前落他的印象啊，去掉。哎，我们现在处理的事叫医报啊，随着什么正报转。劝发菩提心文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见一法，离心别有。这句话精辟了，显安大师这个彻法原底的教导。任何一法从哪里来的？整个宇宙是我的心现事变呐，我一心顿现呢，跟别人没关系。
一切法从我的心想生。所以我调整我的心，境界就跟着转了。所以我要调什么？调我的心，不要分别，哦，不要执着，不要落人家的印象。哦，你不止不落他印象，你还称赞如来，他有优点，哪怕一点点，你都赞叹，那你另一半马上愣住了。啊，以前一开口就是批评他，现在不止没有批评，还赞叹他。哦，这叫转法轮，你的真心开始转了啊。法轮常转啊，首先是我们这个法轮要转了。哦，所以第一个我们处事啊，哎，境界都是恶性循环，不怪别人，那是我的心现事变。我第一不落人家不好的印象，练这个心呢，立誓练心呢，练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落印象。一想人家都想好的，不想不好的。哎，这个是要练哦。我们观察一下，昨天我们一天想下来，想人家好还是不好的？哦，哎，看清楚了，要调哦，有一个过程，深处转熟，熟处转深。哎，为什么我们称赞别人很难？你心里摆的都是别人不好的，当然难喽。哦，你心里都放人家可贵的地方。放人家付出的，那称赞很自然。我们心行呢，要跟普贤行相应啊。啊，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我们把频道要接上去了。哦，那我们劝定一半劝不动。反求诸己啊，问自己的心，第一个不要落这些印象。哦，哎，还有具体操作啊，来，今天写一下先生的优点，写一写啊，这个随着这个写的过程，可能心境开始转变了。哦，再来，我们劝别人的过程呢，有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我们每一次经历一件事，下结论都是对方错，好像自己一点错都没有。我们不可能一点错都没有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哦，你看我们礼敬诸佛啊，每一件事都是诸佛啊。我们有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经历过的事？哎，为什么我劝另一半劝不通，我劝孩子劝不通，有没有总结过经验？哎，我在劝的时候，我有没有夹杂情绪在里面？哎，那我就可以调整，不用情绪讲话。哎，那我为什么会有情绪啊？因为我塑造不够，我没有体恤他，我的指责的成分比较多。哇，你一反省啊，我们还有很多啊要下功夫的地方。哎，真的关自己的心关得很深呢，哇，满身过失啊，哪还有时间讲别人呢？功夫只有着手处啊。你看一件事就有很多可以反省的了。哎，我劝的场合对不对呀？哦，包含我有没有控制的念头在里面呢？哎，我劝完之后很沮丧，那也是我自己产生的烦恼啊。
人世间的事啊，只有你自己的事你可以做主。你生命当中再亲的人，你只是他的助缘，你只能静心，你不能强求一定要照你的意思走，不然你只会生烦恼。主伴圆融，对方是主，我们是伴，我们是他生命中的助缘配角，这个助缘能帮他多少也是他决定的。我们可以决定什么？当你的亲人不是很接受你的护念了，你已经反求诸己了，自己都没有做不对的，他还不领情啊，然后你再起一个念头，我下辈子再来帮助你，我生生世世都来帮助你。这是普贤行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诸位仁者，你们愿意修普贤行吧？这个不能强迫的啊。愿意的话呢，有空啊，就把《普贤行愿品》啊读诵一遍。我就是要照这样做啊。好，所以啊，这都是缘聚缘散啊，不要放心上。一着相啊，会生烦恼的。真心一法不立，所以现在只能立什么？只能执持名号，就放佛号就好了。其他事情啊，过了就过了，不要懊恼，不要气馁，不要再有这些情绪。你佛号一提起来了，心慢慢的定下来，你都会有好的方法出现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只怕我们不肯念佛，不然念佛的妙啊，那只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一般在处理事啊，想不到方法，念十五分钟佛啊，就有灵感了。当然大家听完不要着相啊，要开始念，好，十五分钟设闹钟啊，结果十五分钟一样，没有灵感，这陈德法师骗我。你们要听而无听啊，最重要的啊，我还得表达清楚，要念到你心真的静下来。而且你那个立众的心啊，都还是很真切的，跟佛菩萨感应到交了，佛菩萨一加持，你的这种愿呢、跟佛菩萨的加持一合起来，就有灵感了。我们经一事长一智啊，往往都是遇到事了，哇，脑子这个妄想纷飞啊，越想越乱。那佛菩萨要加持也加持不上了，要把念佛摆第一哈，这一句法语重要了，心上要放真的哈，不要放假的。这老和尚晚年特别交代，假的不要放心上。万德洪明是真的，要放心上。好，那我们学习到啊，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就是严持戒律。首先展现在啊，三福。三福第一福重要了，第一福当中第一条最根本的，孝养父母。
贤公从小啊，当孩子的时候就以孝闻名乡里啊，这种孝心出于啊天性。你看后来出家了，父亲包含你看他父亲很仗义啊，为义牺牲了，你看当地那些那狗啊帮他守住他的尸体啊，不愿意离开。我们对这些众生也要礼敬啊，那个他灵性很高了，都能感受到啊。这父母的身教啊，给贤公的影响啊。后来连兄弟啊都相继离去了，妈妈没人照顾了，带到寺院奉养27年。这佛门榜样，这个孝啊，是传统文化，是佛法的核心所在的，表演给我们看的。包含对老师的孝顺，当孝于佛啊，常念师恩呢、保护传戒功的他的骨骸，那个都有生命危险的、在那个年代。一被发现可能就完蛋了，他不惧怕。这种孝亲尊师啊的心境啊。那这个孝亲尊师啊，戒的大根大本都表演给我们看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行菩萨道，首先是能够啊毫无保留的去孝自己的父母，进一步你才能这样去孝众生呢、哪有可能说对父母都还是先想自己，然后觉得自己可以行菩萨道？那没有基础了。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啊。好，这是三福，还有六合，这个来佛寺啊，你看他们注重不多，都守六合，看贤公对寺院这些长辈，都侍奉的真的是尽心竭力啊，送走很多。身边这些高僧都送得很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这个深信因果，这个是敬业三福的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是真心想生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就是真心切愿的，这个就是发菩提心。还有一向专念，那这样决定得生。那进一步啊，老和尚提到了，那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呢，我们要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啊。怎么认识呢？都在无量寿经里，而且还有黄老的注解。以前可能30年前的人不一定有遇到这个机缘，
所以我们的机会是很殊胜的。啊，遇到黄老的注解了，我们就可以深入无量寿经了。哦，那老和尚提到了，跟黄老了晚年才认识。啊，当时啊，弘扬莲公的汇集本，在国内啊，只有他一人，在海外也只有我一人。哦，没有人讲啊这部经，学这部经。哦，所以我们两个人一碰头见面，欢喜欣慰啊，那种高兴啊，很难形容啊，这个是知音相遇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啊，大家一起都在学无量寿经啊，哎，我们也在受持广度生死流啊，啊，以十字为己字啊，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啊，啊，大家愿意吧啊，啊，当然我不能强迫大家啊，哎，啊，有愿呢就有力，哦，啊，所以你看好。老和尚那时候两个人在弘扬啊，不容易啊！啊，现在有老人家的威德加持啊，老人家前面的路啊，都帮我们啊，这个开疆辟土了啊。我们现在学净土啊，看各地那么多道场，这个是老和尚的福荫了。都是为我们啊走了这么艰辛的路啊，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啊，我们要珍惜啊修学这个法门的因缘啊。好啊，老和尚接着说到了啊，因为我们谈的是六合啊，哎，人少啊要合。家和万事兴啊，出家人称众啊，众啊就是团体啊，不只是一个人，最少几个人呢？四个人，四个人在一起修行啊，一定要修六合啊，见和同解啊，我们见和同解啊，就依无量寿经汇集本啊，下老这个本子啊，黄老的集注啊，依这个啊建立我们共同的观念啊，不是听谁的意思啊，家庭是众，是团体啊，我们所处的单位也是。哎，我们也有一个习气哦，喜欢别人听我的。哎，有这个念头就是傲慢的。哎，人家孔子都没有说听我的，我们还这么说。孔子述而不作，主述尧舜，宪章文武。我们还没见性啊。我们还没证阿罗汉呢，我们的念头里面还有分别执着了，怎么可以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哎，依佛的意思，其实依佛经就是依自己的信德了。哦，这个我们前面讲到了，经是佛言呢，戒是佛行啊，禅是佛心嘛。三而一嘛，哦，所以态度是得听我的，铁定不合，人家不服气呀，啊。哎，听圣人的，啊，这个清朝入关那么少人，
我看过的数字最多的20万人，统领了几亿人，为什么还能够有好像260多年的国祚啊？哦，还有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啊，哎，就是用六合，其中最关键的《鉴合通鉴》。哦，康熙、雍正、乾隆没有说听我的意思啊，哎，听儒释道圣人的意思，把专家学者接到宫廷来讲学。哎，我们有没有呈现给下一代？哎，我们都是依照圣人教诲、佛陀教诲，我们没有依自己的意识，甚至没有依自己的这种性情在做事情，不能用个性做事。个性啊，就有零零角角，啊，要把它磨圆，磨圆才能行菩萨道啊，不会去刺伤别人。哦，所以学佛的人不能，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哦。这个是佛门的外行话哦。哎，这样的态度不放下，门都没有，门都进不去了，不要说进不去了，连门都找不到。哦，老和尚说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放下到佛门门口，正准备进去。哎，这些法语都很重要啊。哦，会修行的人在一切境界把四大烦恼放下，我见啊，都要听我的看法，这都我见的啊，我爱、贪爱要放下，我慢、傲慢要放下，啊，我痴、愚痴要放下，哦，不能意气用事、感情用事。好，这个是首要的、最关键的鉴合通解。啊，一经典，这样就有共同的共识了。啊，二呢，戒和同修。啊，我们守这个戒，三福六和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每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违背。啊，我们在守这五个戒呀，还要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假如严以律己、严以律人呢，那还是会失和。啊，这个我们要敏锐去感受。勿以己之长盖人，勿以己之善行人。你严以律己，又严以律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家庭里面呢，有时候亲戚啊，好多年没见面了，往往有时候啊，就是我们以自己的长啊，去压到亲人，他难受了，就不愿意见了，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缺点，不能用我们的优点去压别人的缺点。比方说你数学很好，你不能用你的数学去压你的孩子。你有这个天分不代表他有。而且一个人的真心呢，一法不立。我们心里面常常觉得，我哪里挺不错的。你常常用的都不是真心。
甚至很容易起傲慢心。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关照到。梁武帝他心里有东西了，他是属于什么？勿以己之善行人。他做了好多好事啊，佛门的好事了，放心上了，变心了，真心一法不立哦，心上一有东西就变了。所以心上一觉得有什么呢，自己的慢心就起来了，很细微的观心为要啊，看得到心念了。好，所以这个五个纲目我们也是中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方的善根呢就触动了啊，因为你没要求别人嘛，然后又做得那么尽心呢，对方不好意思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不能感动别人，我的诚心还不够。别人跟自己是一啊，都是自己现出来的相啊，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身同住，口无争，意同悦，力同均。来佛寺这个小道场虽然只有四五个人居住，他们确实是六合道场白忍家风啊。这个白忍家风又是我们的学处了。这海贤老和尚做到了，海庆老和尚做到了。人家骂他闲工说了，就当帮我洗脸吧。人家打他一耳光就当帮我搔痒了。这个忍辱功啊很强。我们以这个为目标那白忍这个典故啊，这个唐朝新公义张公义先生他家庭很和和，几百人住一起，就皇帝看了挺佩服的，到他们家去给他请教了，你是怎么治家的皇帝的家也不小啊，可能也不容易他写了100个忍字所以大家在处理家事的时候我快忍不住了，赶快写个忍字又快忍不住了，再写一个。你能写到100个，我看气也没了。这个是白忍家风每个人忍辱波罗蜜都修道家了这个道家是这一个词是我们俗话讲的功夫道家了，就练成了随时都提得起来的六波罗蜜里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他的禅定啊，是定在佛号上，一心执持名号，就是他们所修的禅定。哦，这一句佛号啊，《大智经》上中提的，若人但念阿弥陀啊，啊，是即无上深妙禅。哦，所以这个是禅定。而且是修宝王三昧，三昧中王修的这个禅定是宝王三昧的禅定。定久了，清净心现前，禅定啊，可以得到像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心、平等心。哦，所以我们持无量寿经啊，就要练出清净平等觉的真心来。啊，清净心是阿罗汉的禅定，平等心是菩萨的禅定。啊，觉呢是开悟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就成佛了。啊，见性啊，就是法身佛了。哦，那啊，你看修行行门了，都在经题上了。啊，这部经讲什么？这个法门讲什么？一看经题啊，都明了了。啊，果德呢，在上半句，经题的上半句。啊，大乘是智慧，无量寿啊是德能。相好庄严，怎么成的？这些是果啊！哇，你看智慧、德能、相好，果报殊胜呢、啊？怎么成的？清净平等觉修成的。哦，所以我们常讲心净国土净啊。自己清净心现前了，净土现前了。哦，所以那个果报啊，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这个经题也是告诉我们，生性因果啊，从世上啊，世出世间法，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因清净平等觉，果大乘无量寿庄严。所以觉悟的人呢，重因哈，不重因只求果啊，那个是愚痴了，缘木求鱼了，求不到的了。要怎么收获？要先怎么摘呢？要重因呢？所以对于这个深信不疑啊，一生呢就能成就了。所有的功夫下在哪？提升自己的清净平等觉。第三个科目呢，六度啊，三福六合，现在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般若是智慧。在这个来佛寺啊，通通具足啊。这个小庙大概做早晚课，不像一般寺庙。五堂功课有规有矩，他们应该是比较简单。老和尚每天3点钟起床，有时候1点钟起床，烧香拜佛念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拜再念。在白天生活是修行，工作也是修行，待人接物都是修行。
就不饿了。不能修成念佛才是修行，读经才是修行，去工作叫倒霉，去工作叫无奈，不能这么修啊。那就修的再久啊，越修越分别，因为念头都在分别嘛，那就会增长咯，这样就入不了不二法门了。所以待人接物啊，都是修行。修什么呢？修一心不乱。心一乱了，就妄心造轮回业了，不能乱了。所以心里面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叫修行。眼见色，耳闻声，没有是非善恶。平等的，都不放在心上。我们刚刚说的，啥都是假的，别放心上了。这真修，心上真有佛，心上都是佛号了。凡夫眼见耳闻呢，他放在心上，他分别执着，这叫什么？这叫造业了。如果是善念善业，那恶念呢，就是恶业了。善也不要放心上。因为善念呢，感三善道，还是没有出轮回；恶念感三恶道，所以心上不管犯善还是恶，都是制造六道轮回。所以见色闻声嗅香肠味身体接触意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叫六尘，这个尘是染污，六种染污，染污你的清净心，染污你的平等心，障碍你的觉，让你迷而不觉，这个东西多麻烦。真心一法不立了，我们放这些东西了，就不觉了。所以要把心清干净，拉拉杂杂的清出去。老和尚说的，最傻的人就是把垃圾放在纯净纯善的心中。现在用佛号把它清干净。所以修行啊，在哪里修？六根起作用的时候修。在这里修。我眼见，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自性般若智慧起用。见到了怎么样？不分别。不落在第六识。第六识是分别，不执着，执着是第七识，所以它不落在这里面，真修行，真功夫，不造业，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你会修了，修不分别，不执着，不要落印象。就在境界里面修行了。耳闻声亦如是，听得清清楚楚，不分别不执着，就不造业了。所以一要起分别执着，刚才阿弥陀佛，警觉性越来越高了。才要起，把它打掉了，用佛号
打掉了。啊，听得清楚是智慧。啊，鼻闻香，舌尝味，吃东西的时候舌头知不知道有味道？啊，要不知道有味道啊，那就变成麻木了。啊，知道有味道，酸甜苦辣咸，啊，都知道啊。怎么样？哎，完全平等。哦，没有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哦，那就分别执着了。哦，所以每天生活在平等境界当中啊，就是生活在不分别不执着。啊，你比方。吃的不好吃的啊，我这么一讲已经有分别执着了啊，因为我们起个念头，嗯，没有上一次好吃，哦，哎，你见性不着相啊，吃的时候就想着，哎呦，人家挺辛苦的。你是吃的是感恩心，啊，没有去分别执着啊这个味道，哎，好，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啊，啊，这个身边的人啊，盛上来的东西啊，可能煮的时候觉得有点咸了，跟大师说了。哎呀，师父啊，不好意思，有点咸。他说咸的好，嗯，啊，有时候煮淡了，啊，又不好意思。哎呀，大师不好意思，煮淡了，淡的好。哎，大家去感受感受啊。啊，这普贤行叫见性不着相，哎，能体会到人家辛劳不容易。不去挑剔，啊，那大家想一想啊，用这样的心，这个煮饭的人会怎么样？越煮越好，哎，被你感动了，嗯，好。哦，那进一步啊，老人家说了，哎，更深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了，法身菩萨，啊，六道里的众生呢，做不到，啊，我们还在六道啊，要达到这个境界不容易，好，哎，只能做到啊，不分别不执着。哎，这个是修行啊。当然，我们这一句话念完了哈，心上要不要多一个东西？做不到啊，别放这个东西啊。哦，而且海贤老和尚啊，啊，老和尚这个是对大众啊，让大家不要压力太大。哦，哎，我们从不分别不执着练起。你看海贤老和尚入什么境界？法身呢？他老人家说：“我什么都知道了，那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嗯，他做到了。哦，贤公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你只要钻了，哎，这个法门十本不离呀，直趋绝路啊，最快成就的法门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嗯，哦，所以真用功了，那贤公示现呢？
没有说他起一个念头，我要实现法身的境界，他没这个念头，他应我们的机。既然是应我们的机呀、啊，我们肯效法了，都能契入到跟他一样的境界。他是弃我们的机表演的。哦，那师长说了，吃饭在修行，穿衣在修行。啊，六根接触六尘理呀、啊，哎，他们怎么修法？阿弥陀佛。啊，眼见色，阿弥陀佛；耳闻声，阿弥陀佛；鼻闻香，阿弥陀佛；舌尝味，阿弥陀佛；起心动念呢，全是阿弥陀佛。哦，妙极了！我们就举一个眼见色，阿弥陀佛，好不好？哦，你到单位去的，见到那么多人，阿弥陀佛，哇，那这个你的世界开始变了啊！啊，老和尚说的，当你见到一切人都是佛啊，恭喜你，你成佛了。哦，你见一切人都是菩萨，恭喜你，你成菩萨了。啊，假如我们一见都是别人的缺点，那我们还在凡夫的境界呢。哦，这个是可以自己检查的哦。哦，所以你看，六根接触六尘，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妙极了。啊，他们不造轮回业了，他们造什么业？造极乐世界的业，跟极乐世界啊完全相应。哦，命中之后啊，当然往生极乐世界。哦，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哇，学到贤公他们这个六合道场啊，啊，这些高深的修行，海庆老和尚都是这么修的。哦，包含贤公的母亲也是走得很自在。哦，所以不可以啊，随顺自己的习气。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喜欢的就要占有。哦，要对峙哦，喜欢的布施给人家。哦，不喜欢的就要把它抛弃。哎，不喜欢的还能用啊，你好好用，用用用到感恩他呢，你这个不喜欢就把它对峙掉了，哎，通通造轮回业了，哦，不能常常对人事物啊产生喜欢不喜欢，啊，亦无希求不希求想。我们要关照自己的心呢，都是起情感，喜欢讨厌都是情感在作用了。啊，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都是情见。啊，会修的人就是在境界当中把这个喜欢不喜欢的分别执着心打掉。哦，所以啊，这个喜欢不喜欢呢，制造轮回。哦，所以口里头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哦，就是口里虽然在念佛啊，都说要求生极乐世界，但心念里常常起的都是喜欢不喜欢的，实际上啊，造的是轮回业。佛法重实质哦，不是外面嘴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内心才是实质的东西了，这个要自己检查了。
啊，轮回业的力量大，因为止不住这些喜欢不喜欢的念头了。念佛的力量啊薄弱，抵不过，所以寿命到了还要继续啊搞六道轮回，哎，这就大错特错了。哦，所以修行的路上啊，有一个考题啊，我给大家泄题一下啊，不挑境界，随缘顺受啊，这个缘成熟了，该我面对我面对，我不退缩不挑。大家注意这个挑里面有什么？有分别，有执着。会挑境界的哦，很难大局为重，很难公心大公无私啊。当然哦，大家听完我这个不要误会啊，不挑境界，结果壮烈牺牲哦，这样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哦，你不去分别他。但是面对境界要清楚啊，你快要被压扁的时候赶快要找人帮忙啊、哦哎哦、可不能把我这句话听完，你本来就是性格太刚强的啊，结果就被压扁了啊。最后陈德华是说的，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啊，这个懂得及时沟通啊，即使请人协助啊，这都是学习啊。啊，对于个性逞强的人是这样啊。每个人修的重点不一样哦，哎，要看到自己哎那种执着劲啊，那种固执，哦，逞强又上来了。哦，哦，有一次啊，我们有一个同修啊，哦，他接任务了，其实他任务已经很重了。又答应人家任务了，哦，然后，哦，我一看挺担心的，我就打电话给他了。我说：“你已经那么多任务了，你怎么还接呀？”他说：“你讲的。”吓我一跳，他说：“你不是说看到了就是自己的责任吗？”哦，你看，确实是我的错啊。啊，我讲法不够圆融，造成人家这个情况，啊，所以真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哦，所以我现在说，看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但是还是要度得量力，我得补这一句话，这样才比较圆满。哦，你看，因为开解见义不为，无勇也啊，哦，所以看到了，义所当为啊。哦，不能袖手旁观啊，但是跟度得量力啊是圆融起来的义理啊，你觉得该帮忙你可以找合适的人来承担呢，你不能自己去逞强啊。哦，其实当你尽力在促成这个事啊，哎，别人觉得好像这个也不是你的事啊，你怎么这么尽力啊，有可能就触动了更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哦哦，所以这个我们听的这些教诲要圆融运用啊，哦，哎，不能听只执着一句，没有圆融的来在境界当中啊思维清楚。啊，这幕后啊，第五个啊，净土的戒啊，是十大愿望啊，这是佛弟子，特别是净宗弟子要学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世界啊，哎，无量寿经展开第二品，德尊普贤呢，啊，说明净宗跟普贤菩萨的关系，
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修普贤行。普贤行是菩萨最高究竟圆满的大行，不是普通菩萨能修的。这个普贤行关键在哪？心量。所以老和尚说，为什么不是 普通菩萨修的？心量要很大，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普呢是普遍，没有局限。贤是事实，一位法身大师啊，登地称圣，三贤十圣。三贤呢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圆教，圆教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了，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住在十报土，极乐世界特殊啊，跟十方世界不一样，十方世界有十报土，有长吉光土，有方便土、同居土，同居跟方便都是凡夫，登地才是圣人，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有名，你看有长吉光、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有名，有这个名。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平等的，跟谁平等的？跟十报庄严土平等。那就是个个都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法身菩萨。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实地等觉跟生到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啊，天天见面呢，学习在一起，平等的，不可思议。那极乐世界为什么一生成佛啊？你就明白了，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每天都跟大菩萨在一起的，自己这个善根呢、不断往外冒，惭愧心，所以极乐世界铁定没有人打瞌睡的，不敢打瞌睡，看都是勇猛精进的大菩萨，所以我们在经里面呢、看到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身相完全相同，好像一个模子造出来的。这个模子是谁啊？是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现的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身有无量相啊。观经上讲得清楚，身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好，这种庄严很难想象了，但是这个都是佛经讲的，都是真实的，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有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十方诸佛如来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哇，这个多庄严呢、弥陀的报身如是，一切往生的人呢、报身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愿。身相在极乐世界完全一样，一样高大，一样相好光明。佛为什么这么做？这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他发的愿大，他看到诸佛菩萨众生不平等，哎，不平等就有抱怨。哦，你看，一不平等呢，大家一看到，哎，开产生分别了，产生执着了。哦，所以极乐世界的环境呢，我们没有机会起分别执着。啊、哦，这个考虑的太周到了。哦，你看相好富贵人，他就娇慢了，娇生惯养啊。哎，觉得自己长得比较好看呢，比较有钱有地位了，傲慢了。贫贱的人呢，他就怨恨。哦，所以造成众生呢生烦恼，所以他要把这个问题化解。哦，让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相貌相同。哦，所以没有分别，没有嫉妒。不会生起傲慢，不会生起怨恨，哦，就没有这个念头。这是极乐世界的好处。啊，你纵使有待业往生呢，还有烦恼，带着烦恼过去啊，到那个地方啊，烦恼不会起现行。为什么？没有缘呢？哎呀，我们处理事啊，要学阿弥陀佛考虑周到。哦，在学阿弥陀佛怎么做人做事的啊、哦？哎，这个发愿里啊都有考虑这些点。哦，你看到大家相貌平等，居住环境都一样，而且随心所欲。啊、哦，你愿意住大房子，你的房子就很大。满你的愿望，你愿意住小房子，房子就会变小，一切随心所欲啊，这得大自在。哦，所以要赶快去啊！现在搬个家就快晕头转向了啊！哦，还是到极乐世界好。啊，极乐世界心想事成，想什么就现什么，完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所以那个地方啊，修行速度快，都是正面的哦。现在你们家下一代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你下一代成长就比人家快了，环境好。好，哦，所以我们自己的单位啊，也要效法极乐世界，哎，处处都表法。啊，处处增长善根呢，不增长分别执着，哎，一个组织就要这样去努力哦。啊，硬体软体呀、啊，哎，都让人生善根哦，这也叫精进啊。啊，普贤十愿里头啊，第一个是礼敬诸佛。啊，进入这个普贤十愿的啊深入探讨。哦，刚刚我们讲到普贤啊，老和尚说普是普遍的，没有局限。哦，四十八愿呢？啊，这个老和尚讲经也有提到，哎，普贤十愿展开啊，四十八愿的。哦，哎，这个普。没有局限、哦、所以《无量寿经》有一句经文很重要，一切皆成佛，你看平等得度，普遍的，没有局限的，没有这里要那里不要的、哦、你看四十八愿，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那个心量都是十方众生，没有一个地方漏掉。哦，所以我们普贤行就是这个心量没有局限，没有不能包容的人，哦，都能包容，都能平等恭敬供养，
要看老和尚展现给我们看，哎，其他宗教老和尚没有分别，世界宗教是一家。啊，有需要帮助的，他遇到了，也是尽力帮助。这都是把普贤行展现给我们看，没有局限的。啊，没有对待。啊，哎，我跟你对待出来了。啊，我的国家，你的国家，我的宗教，你的宗教。这分别执着就跟着增长了。好，礼敬诸佛啊，诸佛在哪里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诸佛啊就在你眼前，诸佛就在你周边。你不认识啊，普贤菩萨认识。普贤菩萨对每个众生都恭敬，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众生本性是佛，现在他有习性，习性当家，本性迷了，所以叫他做六道众生。迷不是真的，迷现在现的相也不是真的，刹那生灭，了不可得。我们一讲到这个刹那生灭，想到什么？一弹指，32亿8000年，一弹指就有320兆个念头了，都是假的，幻象啊。这个楞伽经说的自心现量啊，不断之无啊，它相续不断，这样的时间就有32亿8000年了，但是假的，真的不生不灭，不会变的才是真的。所以啊，它的真性不生不灭，没有失去。我们要把真的放心上，自己真有佛性，众生真有佛性，那些习性啊，它假的，别放心上。你放心上了，不相信自己了，不相信众生了，信为道源功德母，你要自爱，要爱人呢，都要建立在相信自己的真心上，相信，老和尚这里讲的，我们中国古人也知道，人性本善，连《三字经》上第一句就把这个写上去，人之初性本善了，这个本善就是佛，所以本善是真的。一切善恶的行为啊，这个是虚妄的，不是真的。换句话说啊，礼敬诸佛就是《礼记》上所说的无不敬，趋礼曰无不敬，样样都是用恭敬心，对人对动物要恭敬，立誓练心啊，经历誓啊，把真心练出来啊，恭敬心是真心了啊。印祖讲啊，沉静真诚恭敬，得真干才行啊，对一切动物真诚恭敬啊，对植物真诚恭敬啊，对山河大地矿物也要真诚恭敬。我们走出去看到一切树，恭敬，感谢他们给我们新鲜的空气。
哦，对山河大地矿物啊，也要真诚恭敬啊，对人对事对物，知道什么？这是自性变现的啊，自性是佛，他所变现的通通是佛啊，这个不难理解啊。老和尚接着比喻了，古人用金跟器做比喻，以黄金比喻做佛本性啊，用黄金所做的器皿啊，花样不一样，没有两个相同的，能做出几千种样子，几万种样子。你从相上看呢不一样，但是从性上看一样，全是黄金。哦哦，所以一个字啊就说尽了。哦，所以从性上看呢，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大家想想极乐世界，请问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啊，那些泉水是不是佛啊？那个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萍姐是不是佛啊？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哦，那是他的真心变的嘛。哦，所以以精作气，气气皆精嘛。极乐世界整个依报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心所成就的。哦，所以从本性上看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哦，那我们不着相啊，大乘佛法啊，般若讲了22年了，核心是什么？不取于相啊，因无所住啊，就不能住相啊。一住相啊，就生烦恼了。哦，哎，我们练见人家的本性，哦，不着人家，哪怕是现在习性做主了，哦，你不把他习性的行为放心上，我们现在都是忘了人家的本性了，专记人家的不好放心里面了，那你放在心里了，一看到他，你心里这些种子又冒出来，就看到他马上就不高兴了。好，我们现在看他本性哦。哎，一个人是佛呢，可是他现在在造轮回业，我们心疼都来不及了，是吧？你真的相信他是佛啊，可是他现在堕落成这样，你还会责怪他吗？所以为什么佛菩萨怜悯众生？哎呀，他有无量智慧德能呢，现在怎么活成这个样子啊？哦，打个比喻啊，哦，比方说这个众生呢，他房子底下都是金矿，他现在在路上乞讨啊，你会怎么做？哦，你不会去挖他的金矿吧？哦，不用挖，因为自己也有，自己也有金矿，每个人都有。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去告诉他，你赶快挖你的金矿了，别做乞丐了。哎，所以你真相信一切众生是佛啊，你会心疼众生的，你不会责备他。哦，所以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万法就是全宇宙了。哦，宇宙
里头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华严经》上说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唯心所现是真的，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属于一真法界。为什么？这里头没有生灭相啊，它是自性的现象，没有生灭。啊，我们呢，差别就在这了。我们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迷了，把自性所现的相啊，变成阿赖耶的相了。阿赖耶是生灭相。啊，这个把宇宙啊根本的道理告诉我们的。哦，所以《华严经》上说的这些现象都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事就是分别执着了。哦，生到极乐世界只有唯心所现的，没有唯事所变。哦，所以啊，它平等。啊，我们这个世间呢，由唯事所变的，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怎么变的？念头变的。啊，这个大乘经教说得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什么它就变什么。哦，哦，佛说的，我们要相信啊，这些话都是真话，哦，不是假话。哦，所以我们现在要用平等真心，哦，我们的世界就开始变了。你这个清净平等觉真用心了，你们家慢慢慢慢就可能转成莲池海会了，唯心所现了，你不用分别执着了，哇，那可能你们家最后是大圆满了，同生极乐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看我们干不干了。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哦，我们一起念一下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